民进党喜剧高手王世坚又出新作，台北议会扛自行车送柯文哲，阿坚与阿 P 奇葩孽缘，你值得一看。一分钟看台，看台一分钟。大家好，我是用一分钟和你分享台湾大小事的中医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一分钟计时马上开始。民进党议员王世坚 ，A.K.A. 台湾政坛喜剧第一人，德云社一生之敌，行走的快乐源泉，省级海上业余跳水运动员。近日，王世坚在台北议会上怒扛自行车送柯文哲，场面既搞笑又温馨。其实这已经不是阿坚第一次公开送礼物给柯P，什么书籍香炉、行李箱、面具、馒头、配刀叉、草人龙袍、听诊器，从吃穿用度到个人兴趣，可谓是花样繁多，尽心尽力。可以说，王世坚之于柯P，就像机器猫之于大雄，花龙同学之于小丸子，风间之于野原新之助。为什么都是小孩呢？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？真心建议王世坚放弃台独思想，转型喜剧圈，到时候我一定送你一件礼物。但如果你还要和民进党沆瀣一气、火中取栗、不可理喻，白白浪费自己的搞笑能力，那到时候只能用一副明晃晃的猛钢八三八型手镯送你进去。